看我的这边滑梯这里，发现这里有一个红色的一个暴龙的，哎，这个什么龙？我刚刚好像是一个暴龙的合体机器人呢。这个是一个暴龙的一个暴龙，哇，这个皮肤超帅，它是那种金子，可以发光的。我们去那边看一下，这边小心一点，不要掉下去。哇，然后是哎，在这边呢，哇，在这里，这边那个果然是一个哎，在这里。果然是一个爆六的合体机器人的，还是个黄金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要不然我们从这边下去吧。这边先把这个扔下去，哇！然后我们从这边下去，小心！哎，什么东西？哇！哎，好掉一个什么东西，咱们小心一点。哇，怎么太滑了吧？不行啊！哎哎，哇，怎么太滑了？小心一点。我们从这边，哎哎，哇，终于下来了。哇，那个好像是一个。黄金的一个水晶的吧，好像是一个水晶的一个三角龙哎，哇，从那边下去，小心一点，哇，哎，终于下来了，哎，前面好像还有一个呀，这个是个黄金的，哇塞，一个黄金的三角龙哎，哇塞，变形完成，它是一个三角龙的一个恐龙形态，哎，哇，这边那个好像是一个绿金的万龙哎，一个恐龙形态的一个绿金万龙，哇，这个太牛了吧。哎，还有两个东西，两包的卡包嘞，哇，都是没有拆的，等一下我们拆一下。哎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哇，这个是一个黄金的武器，中间是这样的，它好像是那个合体机器人的黄金武器。哎，还有一个这个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夜明的吧，夜明的一个霸王龙的武器。我们先把这些都装起来，然后我们去那边看那个合体的黄金机器人呢。我先把哎这个也装起来，黄金的一个三角龙，然后这边是这个超帅皮肤的一个红色发光的霸王龙，也装起来。然后这边，哎，这个是刚刚那个水晶的吧？哇，一个水晶的三角龙哎，这个也是个恐龙形态，我们都给它装起来。然后我们去那边，应该是在那边，在那里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不见了吗？哇，在这里，超帅的一个爆六的合体的黄金机器人呢。哎，刚刚这边那个武器应该是他的吧？这个武器哇，应该是他的。我们先拆一下这个奥特卡包，哇，看一下能不能开出一个红绿皮呢，或者是 SP 呢？哎，哇塞，哎，这是他的一个金卡呀，泽塔奥特曼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二包，出一个 SP 或者是一个红绿皮呢？哎，又是个 SR。这边那个超帅的武器，我们给它安装一下。哇塞，超帅的一个战斗形态的暴龙六黄金合体机器人呢。